听说是搬运行李的时候被误以为是搬运那个军事货物，对，就被扫射了。那我现在再明确一下，就是你的同学要跟你一块来的同学，他没有上火车，对，他呢包车，今天包车的同行的华人中有什么重担？是使馆呢第一时间成立了车站工作组，协助中国留学生向西部地区撤离，共两列火车扯走中国留学生120名。从昨天开始，从奥德萨率先有300多名中国公民顺利撤离到摩尔多瓦。昨天下午6点，从基辅有88名中国留学生撤离，也安全抵达摩尔多瓦。今天早晨呢，使馆还启动了从基辅撤离的这个大巴。所以我们呢就是说各尽职守，不让任何一个中国公民留在空难的地区。好，祝你们平安，谢谢，好，快上。